主持人侯宇。欢迎各位来到江西卫视《谁能逗乐》喜剧明星，我是彭宇。最近我们节目呢已经播出了，收视和反响都还不错。我就在家里面思考，我觉得哎，这个节目收视为什么这么好呢？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因为大家喜欢笑。可是为什么喜欢笑呢？因为笑可以让我们心态很好。事实上，心态很好对于我们的人生道路非常有帮助。比如说，你们都碰过让自己很郁闷的事情，对不对？比方说吧，前段时间在北京有雾霾，雾霾天气大家很郁闷吧。这个时候有人更郁闷，哪儿啊？美国总统啊，他突然在那个地图上面看不到北京了呀。他在想呢，这个北京去哪里了呀？于是呢，他就找了一帮超级英雄，说不管怎么样，你们去北京给我搞清楚北京在干什么。所有人不敢去啊，他说总统不敢去啊，不能呼吸啊。这个时候金刚狼站出来了，指着擎天柱说他可以去，他不用呼吸。结果擎天柱站起来以后，你知道什么呀，我限号啊。最后总统没办法，就对后面说忍者神龟呢，忍者神龟不是去过吗，忍者神龟呢，出来报告。这个时候旁边一个人举了个牌子，对不起总统，忍者神龟去了以后被煲汤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碰到一些郁闷的事情的时候啊，先不要郁闷，因为有可能变得更郁闷。你想想那个场景，就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对。好，马上请出著名相声表演家牛群老师，还有著名的相声演员白凯南，欢迎。对。这凯南，哎，你一上来，我发现你是不是有字儿啊？我哪有字儿啊？你看，一二三，看见了没有？对吧？啊，我这有三吗？有啊，有，看得出来真的像，而且三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哎，小三儿，精忠报国是个什么意思？不是，我的脑袋确实，人家脑袋是圆的，我有点长方。长方，他们说像板砖，嗯，我就不信。啊、嗯，有一回我就上那井边去照。结果底下一蛤蟆跟我说，哎，小飞，你敢拍我一试试，你敢拍我一试试。好了，那所以呢，今天两位啊，除了逗了我们大家之外，除了证明逗了大家很难之外，还有一个、帮我们看紧了，看紧钱袋子。不是说一定把钱就是捂住、那么抠不给出来。对，我们是希望钱给到真的可以给到有水平的选手手里面。嗯，对吧？好，两位请坐。挑战规则，每位挑战者将有60秒的表演时间，利用60秒的表演时间逗乐两位嘉宾中的任何一位，计算闯关成功。若挑战失败，则奖金清零。第一关闯关成功将赢得2000元逗乐基金，第二关闯关成功将赢得5000元逗乐基金，第三关闯关成功将赢得10000元逗乐基金。马上有请我们的第一组的逗乐明星。白老师好，白老师好，白老师 how are you？ 牛老师 how old are you？ 这话的意思，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白老师，how are you？ 怎么是你啊？牛老师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啊？那跟我了，烦我了，我是不敢这么说。没、大家好，我叫秋松，来自福建福州，住在上海，在湖南长沙读书。哇，哎呦！我说外语这么好了，跨了好几个国家，是是是，好几个地方。所以就总的来说一句话嘛，居无定所嘛。好了，那所以你今天过来的话，有没有信心拿到我们的逗乐基金呢？因为我好缺钱，很缺。为什么缺钱？老是漂流已久嘛。对，对你赚了钱以后，你该怎么花？赚钱之后回去先请我的好朋友先告诉他们一个惊喜，然后呢，我就把钱。存起来以后再用，这主意不错。是，好，那你现在然后用他的利息再给朋友打个电话，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利息了，然后把利息存起来再用。那所以你现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计时开始。今天给大家变个魔术，这魔术叫马上都有。这只纸袋子看一下，扁的没东西，再看一下啊。空的啊！我要先变一个男人三件套，男人要有个手机，看好了。
厉害，好。男人要有个皮带，男人皮带很重要啊。男人要有鞋子，鞋子有了，还有袜子。笑了。我一想，打扰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幸好你们笑了。你们要是再不笑的话，他会说男人需要一个脚趾头。有点缺。两位说实在话，我也是走过南闯过北，厕所里面喝过水啊。我看过无数个魔术啊，这是我发誓这是我至今为止见过最 low 的魔术。不是，我看了这么多魔术，至今为止这是迄今为止是最有味道的一个魔术了。闻见了，这是。不过还是很环保的，变什么都自个儿带什么，带什么自个儿变什么，是吧？如果你们再不说，变裤子、变衣服都什么都没了。是我们不敢说、对对对，多亏我们及时乐了。对，那我现在可以，你赶紧。哎，等一下，等一下，兄弟，穿着丝袜来的。兄弟，你作为一个福建人，你有必要穿袜子穿的这么妖娆吗？其实。这就是我的性格吧。你看好了没？你要不要往下冲？其实我第二关还蛮悬的，但是来这边钱不重要。我好缺钱，好缺钱，缺钱。摸不到他，我可以不用拿钱，你们不用给我钱，真的，不用钱。我年轻就是本钱，是不是？我来这边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逗笑大家，是不是？一会儿说钱存起来，连饭都不请人吃；一会儿又说那又不要了，是吗？对，我们开始了。好，开始啊！好，计时开始。讲两个笑话。第一个笑话，高考大家都经历过。有一次我高考，有个题目好气人啊！它那个上面一张图片是个鸟的腿，猜就什么鸟 ？A B C D， 怎么可能猜得出来嘛？我越想越气，笔一丢就是一题，我不答了，走。刚要走了就说。你哪班的？站住！过来！哪班的？我把腿一落，你猜啊！你猜我哪班的？你猜啊！有一天，有只灰熊走在路上，我不想当兵，我不要当兵。看到有只小猴子和小兔子，他们不用当兵，就问：哎，猴子先生、兔子先生，你们怎么不用去当兵呀？猴子说：我把尾巴给折断了，就算那个伤残，不用当兵。兔子把耳朵给折断了，也算伤残，不用当兵。然后那个灰熊说：我也不想当兵，怎么办呢？猴子说：过来，我把你牙打断吧。啪，牙断了。果然当兵那天，啪，不合格三个字下来了。哇，不用当兵了，谢谢你猴子先生、兔子先生，他们说我太胖了。早知道我就拿2000就走了啊。你不是钱不重要吗？刘老师，那个这个咱们没笑，他们可能有会笑话咱们没听懂。我承认我是没听懂啊。那您听懂了吗？我当然听懂了，我能不懂吗？啊，我这一脑子的文化。好，下边就让那个白凯南说说是什么意思好吗？你刚才讲的什么呀？挺可惜的。好了，所以我们很遗憾，就之前的2000块的逗乐基金也没有到手，希望下一次可以表演成功，好不好？好。快把我逗乐，快把我逗乐，快把我逗乐。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逗乐嘉宾，他们的名字是沈潇和扇子，有请。快把我逗乐。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星的沈潇，旁边这位是我的搭档星星。怎么说话了你？有见过这么美的星星吗 ？Hello。毛过后的。大家好，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扇子。好，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俩真的要说吗？你说吗？还是我说？大家猜猜吧。说实话就行。咱们俩是娃娃亲。
这年头还有这个呢，就是父母指腹为婚的那种、啊。就是以前家长就开个玩笑，然后就后来我们一直拿他找乐，然后就这样。世交是吧？就是就是从父母那辈儿就好、嗯，然后这个关系，对对对，这也挺难得的。我们其实挺小的，虽然个儿挺大。他你们他才94年的，94年，我是。等一下，小伙子，你着什么急呀、啊？娃娃亲的组合啊，娃娃亲组合，娃娃亲组合，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计时开始。服务员，先生您好，买点干货啊。请问您要什么呢？那瓜子多少钱？瓜子5块。花生呢？花生8块。开心果呢？15。杏仁还有吗？对不起，卖完了。你就这态度啊？你这是来应聘的态度吗？不是，老板，我要是客人，我都想扇你。我跟你说，瞧你那大脸瓜子，还收了你，我拿葫芦收了你，行不行？不是，老板，这个不是我。热情一点，懂不懂？懂。热情。懂。怎么热情怎么来，知道吗？好的，好的，老板。再来一回啊。好的。哟，大爷。谁笑了？牛老师，怎么一看这个就笑啊？怎么一看这个就笑啊？实际上我也绷不住想笑了。说实在的，我应该多憋会儿，我应该让你多抽的几下。哎，我问一下啊，现在呢是2000元的逗乐基金已经拿到手了，要继续吗？想想看啊，因为。如果第二轮没有过关的话，2000元我们要收回。1分钟把大伙儿逗笑了，太难了。钱是小事儿，不要弄得连亲戚都做不成啊。继续，老师继续是吗？好，加油！预备，开始。你看谁像我吧？哦，棒！有事说事，别大脸盘贴上了，行不行？阳过了没有？你说什么？阳过了没有？说慢点，说慢点。养狗了没有？呀！呀！哦，你的一米的啊？什么？我那条一米的。啊！我的那条四米的。什么？我的那条四米的。哪有四米？哪里有思密达的狗、啊、我有2条狗呀，两腿像加思密达，还汪汪汪的咬香蕉啊。好棒，阳光没有有，我那一米达，我那要思密达，哪里有思密达的狗，两腿像加思密达，还汪汪汪汪汪的咬。他们成功的憋住了。刘老师憋得辛苦一些，我还好，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节目，但是你的表演状态挺好的，因为状态真是挺好的。对，你表演状态比贾玲有更有震撼力。好棒！您感受到了吗？舞台刚刚在颤。我刚刚去想那个韩剧去了，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看韩剧，而且我总结了韩剧里面的男生他发脾气的时候啊，第一眼一定看45度角，嘴巴要撅起来发脾气。啊不，又这么死皮打。那所以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在台上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笑的段子，好不好？谢谢两位，谢谢。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请出我们的下一组逗乐嘉宾，他们的名字叫做自觉组合，请。好，彭宇哥好。大家好。我们是自觉组合。为什么叫自觉组合呀？自觉坟墓。自我挖掘，自我挖掘。哦，所以你们就到我们这个舞台来自己挖掘一下自己的潜能，对不对？是。所以我们都一样，我也是来自己挖掘自己的潜能。上了这个节目，我才知道我一脑子的文化。半脑子人民币。做好准备了吗，两位？祝你们好运了。开始。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晚上好。
现在是厄瓜多尔时间，我也不知道几点。首先带来一组国际简讯，接下来是泰国方面。啊，空对会海汉堡摩哈空卡平平萨瓦迪卡。下面请看朝鲜方面的消息。우리는강요강만편을타시며안돼타시며진정을다강만세만세만만세关下了，有请老师下了。再演一会儿吗？再演一会儿，再演一会儿，接着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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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视线转回国内。最近在南昌有一对小情侣发生了一些口角，要分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为什么和我分手？你有狐臭。我一块腹肌。你有狐臭。我开法拉利。你有狐臭。我家产几百亿。你有狐臭。我来自星星。你长得像彭宇。哎呀，大爷给睡了。节奏感很强，当当当当当的，而且我觉得牛老师他们拿咱们几个人现场抓个那种就觉得特别舒服，让您不会有一种手绘之嫌。对对对，没错。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表演，你说一说。因为你长得帅啊。不是，他凭什么说我还不如狐臭啊？太帅了，有几家、哎、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的时候我就选卖萌啊。你这是卖萌吗？你这是撒娇。好了，所以恭喜两位获得2000元的逗乐基金。好了，那所以呢，两位要不要继续往下闯？啊，继续。我们继续。所以两位要继续往下闯的话，这是5000元的逗乐基金。到目前为止，虽然有很多人信心满满，可是都铩羽而归。两位，我们接下来这个算是挑战一点高难度吧、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看二位老师的段子，我们自己私底下也会进行一些模仿，所以接下来这个呢是之前白凯南老师和贾玲老师有过的一个导演试戏的段子，我们想挑战一下。可以了啊，预备，第二轮计时开始。首先，你是一女的，带你男友回去见父母。跟我回家见爸妈吧。好啊，这是我爸爸，叔叔好。他爸是河南人。哎，乖孩子，你来啦。这是我妈妈，阿姨好。他妈是韩国人。康桑思密达。你们一家四口打麻将。二万我不需要，二万你都不要，俺捧。对不起，我糊了，康桑思密达。你出老千被他爸逮了。兜兜里有糖，熊孩子，你出老千揍你，叔叔不要啊，爸比不可以。哎，他爷爷回来了。好了，牛群下来了，牛群老师。哎，你们俩对这个朝鲜和韩国有研究是吧？康桑思密达，康桑康桑康桑思密达，请跟我打康，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来说两句，因为他表演的时候就在前段时间我跟贾玲的一个节目，所以您这还真是认可了两个人。对于经常把文化挂在嘴上的那人，我除了他不认可，对他的搭档那个贾玲我还是认可的。哎呀，就怎么着，这趟车也不能带上我了是吧？他不能光说自己有文化，有文化你得有行为啊，对不对？哎，没错，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可以来吧。导演你 好，我来试个戏。您好啊，好，特别喜欢演戏啊。你再演个戏吧。我想演戏，您让我演什么我就演。演俩人。我演俩人啊，一男的一女的。一男的一女的是吧？对。哎呦，你干嘛呢？我就在等你呀、啊。男的要亲，女的不让。宝贝儿，让我亲你一口吧。讨厌，你别亲我。男的非要亲，女的就不让。宝贝儿，我爱你是真心的，让我你去一边看一下。您怎么没笑啊？因为我有文化。
在两位啊，自觉组合，你们已经拿到了5000元的逗乐基金，再往上闯是10000元的逗乐基金，可是也面临着风险，如果失败的话，前面5000元都没有了。作为一个大一的学生，我相信5000元逗乐基金已经可以买很多碗方便面了。所以两位要不要往下闯？进去，够了，够了。好，我们见好就收。那我们就有请两位体育明星为他们颁奖。好，马上请出我们下一组逗乐嘉宾，他们名字叫做张姐和张永吉，有请。大家好，我名字叫张姐。大家好，我呦，牛群老师，太喜欢您了，快给牛群老师打个招呼。好，哎呦。白凯南老师，我太崇拜您了，快快快给白凯南老师打个招呼。哎呦，大伙儿都在呢，我想死你们了，我好像说了别人的词儿，快给大伙儿打个招呼。我叫张永吉，好，完了，完了，好，这什么？相声演员张姐，那今天你们俩怎么着？还是来一段相声小、小段？可不敢说，您是两位专家，我哪敢说相声啊？还是专家，现在的专家都特别的专家。是，现在专家都有文化。我们排了一个小的小品。好，想演给两位老师，让两位老师帮我们看看。看一下吧，这谦虚劲儿的，赶紧来吧。预备，计时开始。人犯，参见大人。下跪何人？报上名来。启禀大人，我叫跪何人？报上名来。何人？报上名来。人，报上名来。报上名来。上名来。名来。来，大人，您这是？这是回音，你不懂吧？是回音，你不懂吧？回音，你不懂吧？音，你不懂吧？你不懂吧？不懂吧？懂吧？60秒，白凯拿下了。会一个回音让你笑了是吗？因为他的。盯着我的眼睛，就不懂吧，懂吧，他再往下叫就是爸。我们去哪里呀？我就怕来这个了。首先还是问一下吧，还要往下闯吗？进去。闯下一关。好样的。好，随便了，下注。第二轮计时开始。报上名来。大人，小的姓魏。为什么？不为什么，我爷爷姓魏，我爸爸姓魏，我就姓魏。光牛，我是问你姓魏名什么。小的不敢说，怕大人笑话。公堂之上岂容嬉笑，但讲无妨。小的姓魏，名生求。卫生球，哈哈哈哈。有请老师下了5000元的逗乐基金到手。
这并不可笑。哎呀，绿星球就给我弄乐，这说明我平常反正卫生方面差点。好的，送一两位5000元的逗乐基金大赏。你们还可以往下再闯一关，那个时候逗乐基金可以翻倍 double。你们是见好就收呢，还是勇闯下一关呢？咱这火坑票嘛，我豁出去了。哇，好，我们继续。准备好了吗？没有，我要换一下服装。我们要换需要。第三关，预备，计时开始。先生，您好。哎，你好，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我要垫一下鼻子。哦，垫鼻子是吧？对。好的，那您是要用直流垫呢，还是要用交流垫呢？你要垫死我！哦，那得380伏的。垫死我220伏就够。那行，220的也行。不行。我要把鼻子垫高。哦，鼻子垫高啊。sorry、那可能需要打一些填充物啊。可以这样吧，帮您安排一下。给您的鼻子上泼点尿。好的。不就是有一种填充物啊，叫泼尿酸。叫玻尿酸。我波泼不分的。行，玻尿酸啊。玻尿酸。牛老师两次强烈的忍住了笑，而且第一次他忍住的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声音，我在他旁边差点被牛老师逗乐了，因为有一个包袱的时候牛老师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听着这个就受不了，然后在最后一秒的时候他又我说老实话，我是真是一直在憋着，我觉得真不错，所以恭喜两位获得了10000元的逗乐基金。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逗乐明星，他的名字叫做侯宝宝。哎呀，这个出场的方式很独特，很好玩啊！小孩不准抽烟，把那烟斗给叔叔来。告诉叔叔你几岁了？我7岁了。那所以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小巨人魔法秀。好，但是你可以把那个帽子往后面戴一点，我们看不到你的眼睛。哇，迪士尼的单眼皮耶！准备好了。计时开始。有请第一位大腕闪亮登场。哎呀，睡得腰酸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老师您一乐，导演给小费，妈呀。想死你们俩了。
你在里边实在憋不住了吧？所以呢，在第一关46秒的时候，白海南已经笑了，以及第一关顺利的闯过。过了哈，过了。是的，我在里面看不到。你在里边看都看不到。那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俩应该是父子、亲兄弟。还是你有眼力。儿子侯宝宝，我是他爸爸侯七才，感谢两位老师，感谢现场所有好朋友，给我你们加油吧。这种形式怎么想到的？我还真的很少见，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对，我也第一次。就是小时候我喜欢骑我爸爸脖子上玩，然后后来玩的时候在镜子下一看，我爸爸做什么表情我做什么表情。就创意从生活当中来的。那可是顺利的过了第一关。后边我们是比较期待你们还有节目。对，我们还希望你们能闯，但是决定权在你们手里。还敢来吗？敢，有信心就敢。好了，那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第二关计时开始。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万开的花，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接下来咱们雇个好活，有人花钱叫咱们俩演双簧呢。啊，那可够开始吧。下面我要给大家演唱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啊，忐忑。在51秒的时候，白海南就笑了，恭喜过关！谢谢谢谢。就是在51秒的时候，我们的侯宝宝那个眼神，你再给我来一个。就这个表情一出来，我就再也绷不住了。谢谢两位老师。小家伙，你自己给你自己评价，你觉得你的表演怎么样？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你觉得你在表演上有发展吗？有发展。谁是你的心中的偶像？向心，喜欢周星驰。哦，那喜欢他你来一段呗，试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行不行？各位观众，谢谢你们来看我演出，实在是太给面子了。我觉得谢谢他有这么多的表演天赋，应该感谢你的爸爸。我觉得你的偶像应该是你的爸爸。我其实个人觉得啊，就是那个侯爸爸的话呢，就是他适合进行这个喜剧表演，对吧？但是你儿子说实在话，对，他应该是偶像派。好了，那所以两位呢已经闯过了两关，获得了5000元的逗乐基金，要不要继续往下闯？还闯？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节目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成熟一些，其他节目呢也有，就是感觉还是他毕竟小孩子，就是怕他就是不太熟。我觉得见好就收吧，还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我们还会再来的，到时候成熟了再来，再来挑战两位老师。好嘞，加油吧！谢谢，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快来把我逗乐，今天够够废话。牛老师从来没这么大方。你来，老师，我能跟你拥抱一下吗？行啊，先。我也来，我也来。刘老师，快来把我逗乐，开怀开心一朵，快来把我逗乐。我跟你讲，这个小朋友啊，他绝对是偶像挂的，你知道吗？
他所有的表现啊，包括到跟那个镜头进行交流啊，这都是偶像用的招数啊，明白吗？他怎么弄呢？冲镜镜头，偶像怎么样？哇，我就不敢这样，我一这样人家啪，那真的毁了，真的毁了。我冲你一乐呵，嘎嘣把自己剁两段，干嘛呀？参加节目，演什么呀？好，马上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逗乐嘉宾魏鹏和施雅凤，有请。大家好，我们俩叫两口子组合，我们俩关系好。嗯，好到什么程度呢？你像我们要写个相声稿子，嗯，基本上按分类来讲，我就是逗哏，那我是捧哏嘛。啊，相声稿子里头一对词儿，我就是甲，我是乙。嗯，要按那个数字排列，我就是一，我是二。哎，二，自己都承认了。我没事，我按字母来排列，我是 A， 我是，我是 A 后边那个。你这俩说的让我想起一个铅笔的品牌了。好，我要问一下两位。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好，两口子组合，预备，计时开始。谁能逗乐喜剧明星？收视长虹，谁与争锋？咱们这个节目太好了，对，那是不光人爱看啊，动物都爱看。动物，你看我们家树底下一窝蚯蚓啊，看了以后高兴坏了。怎么了？小蚯蚓一乐呵，嘎嘣把自己剁两段了。干嘛呀？参加节目。演什么呀？唱二人转呢。哎呦，凑数了，这俩人。后来蚯蚓妈妈一看，高兴坏了，嘎嘎嘎，三刀四角。参加节目，甭问，群口相声。嗯，唱了两段二人转。蚯蚓爸爸一看，高兴坏了，咔嚓，这又剁上了，不是，跳到绞肉机里头去了。哇，这得出来几节啊？哗，出来一滩呢。呵。他演什么呀？奄奄一息呀，活不了。蚯蚓爸爸还说呢，其实我不想演什么节目。那你这是？我就是想给他们娘俩啊多组织点观众。哎，去你的！好了，白凯南笑了。牛老师笑了还是我笑了？你笑了，我笑了吗？牛老师一直很严肃。不是，那白老师笑了，笑了也是白笑了。牛老师，您觉得不好笑吗？我没觉得你们俩可笑，我觉得他可笑。我今天主要是针对他，不是针对你们俩啊。啊，不是，因为我觉得他把观众在第一时间里边都给放在里边了，然后我看好多观众都笑了，但是我也觉得挺好笑的，就是这样。你们大伙儿是不是笑了？刚才，那观众都比喻成肉馅儿了，而且是蚯蚓的肉馅儿，他们还笑。你说他们是不是比我还？行了，别的甭说，他让你过去了，过去下边你打算怎么着啊？我们这第二炮啊！啊啊！我想听听观众还想让我们继续绞肉馅吗？啊！行了，你要是打算继续，那我就算支持啊。我们准备一下，准备一下，非常快。好，计时开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啊，日个后边的，哎呀，我这个眼神不太好，来找大夫开点药呢。这个魏大夫上哪去？来来来来，我给你说。魏大夫了，哎呀。别磕头啊！交钱来了？交什么钱呀？来打我干什么？药吃了，可是还是看不清楚。不可能，我那是神药。看看前面俩专家，一白一牛打招呼。白牛好。白。俩。两头白牛好。两头白牛干什么呀？两个专家，一个是白癜风，一个是牛皮癣。呀，打招呼。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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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清楚。我想让这个白癜风大夫给我看看眼。白癜风那不行，给你治成白内障了。这个牛皮癣老师，我让牛皮，我知道你跟俺那个县里边卖过那个下蛋鸡。有点遗憾，失败了啊。
关键实际上我其实也想笑了，我怕笑了以后牛老师又说我有病。原先我觉着他是托，嗯，现在我觉着啊，嗯，他没准不是托。哦，那他是什么？有病。我觉得他们俩，牛老师，他们俩就演这个眼睛不好的，然后就推到高潮以后，咱俩要再绷着不乐，他俩就一直往前。你要是不乐，我就摸你脑袋，就咱俩怎么也乐了。导演说了，不能超过这，就跟那个唐僧似的，不能超过这个圈儿。哦，他说恐怕两位评委咬人呢。谁说的？好了，那所以我们掌声还是送给两位好不好？还是很有实力的。谢谢。有请下一位逗乐嘉宾，他的名字叫做粘土大界，有请。亲爱的各位，大家好，老师好。哎，我是粘土大界，大啊界，请多多关照。好，可以。你好，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对，他是一位来自日本的朋友，是一位日本的友好的朋友，对，一个友好的日本人。我在中国待了九年，然后我这个人40岁了，所以说我的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这样子，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武术有关系的表演。哇！音乐老师，好了啊 ，OK， 计时开始。您啊，您甭下跪，我笑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笑？为什么笑？我看你快憋死了，没成。好了，那所以大界现在就获得了2000元的逗乐基金，恭喜！要不要继续往下表演？那一定吧，一定闯是吗？看了对吗？一定闯，好。那下一个表演是超能力表演。好，那就准备好了啊，我们开始计时了。第二轮计时开始，一二三。哎，那今天呢，我的超能力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这个一般的水，对，我常温水，我不喜欢常温水，我要想喝冰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的超能力很厉害，用这个保鲜膜哈。大概是这样子哈，那放进去以后有一点像冰块的那种感觉，那喝一下，好冰，超能力继续，嘿，筷子，喂，
好紧张哎！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因为他有文化。上了这个节目，我才知道我一脑子都文化。那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俩应该是父子、亲兄弟。你知道吗？啊，满脑子都是文化。你看，有的人从一上台啊，到了这个现场，他就说自己有文化。哎，其实真正说自己有文化的，他没文化。不是，牛老师，有文化的人都挂线儿，您知道吧？我们都属于那个比较文化的外表。不不，看我这头发都没了，所场啊，所有的几百人，只有你一个人来没完没了的说我有文化。都不，你像我真正有文化，我您听我说过吗？您现在就说了。谢谢。那我们掌声再次送给可爱的粘土大姐吧，谢谢，拜拜。谢谢谢谢谢谢，给我们带来欢乐，谢谢。你就为了另外1000块钱，你一定要把他勒死是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逗乐嘉宾，他的名字叫姚冰冰，有请。快来把我逗乐。嗨，大家好，大家好，白老师好，一直白老师好，你好啊，鹏鹏好啊，今天好帅啊。嗨，谢谢、啊、你知道你哪最帅吗？哪最帅？眼镜。是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跟我的一样的没片儿。哎，你这个真错了啊！我的还真有镜片，你知道吗？啊，满脑子都是文化。哇！大家好，我叫姚冰冰。那个牛老师、白老师，我是这样，我今天呢，我要做一个魔术界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将魔术要教给大家。我要现场请一位好朋友上台跟我合作完成这个魔术，也不知道谁愿意上来，举手试一下。好，来，这位帅哥吧，来，有请，有请啊！等一下，那个我要问一下啊，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的规则的话呢，是1分钟之内要逗乐我们的喜剧明星，然后第一关呢是2000元的逗乐基金。现在你请了一个观众上来，到时候如果过关的话，2000块钱你跟他分吗？啊，行，就这么回事，我待会分你吧啊。可以了吗？这个节目可以开始了。第一关，预备，开始。呀！我慢慢做，你慢慢学哈。预备，开始。我现在是这样觉得，我觉得他冰冰啊，啊，用心特别邪恶。你就为了另外1000块钱，你一定要把他勒死是吗？也没学会，待会那1000块钱下次再说吧。我替主持人问一句啊，你还打算闯第二关吗？我肯定要闯啊。哦，那这就好。闯第二关呢，我需要有一个说明，啊、就是说这2000块钱啊，你1000给他1000，对不对？对。当闯第二关，由于你不是和他合作了，你自己，就是说呢，如果要是钱没了的话，你是不是还欠人家1000？哇，牛老师，牛老师漂亮，漂亮，真是哎，我是替你说了，因为他下边再往下，他带着这2000块钱，实际上这里有你一半，所以说你必须有个态度，要不然的话，这会打不清的官司的。啊，继续，不是继续，就是说，如果要2000要没了的话，就你就认了，认了啊，行了，那你就放心吧，啊、谢谢兄弟。那这咱有话得说前头，我再把话接过来啊。那位小伙子大方，
对吧？妹子们赶快嫁给他。对，这怎么老往一块说呀？好了，老师，我可以开始了。好，开始了啊！第二关，60秒计时，开始。好，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到的就是脂肪机，也叫纺织机。我。时间太短了，没出来啊。嗯，哎，等一下，他所以最后一个包袱是把自己变成蜘蛛精是吗？是的，蜘蛛精。好嘞，希望你下回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重点就是记得还人钱。拜拜。快来把我逗乐。我想问一下。今天节目好不好看？好。跟我有没有笑？有。跟我有没有乐？有。对，让大家快乐就是我们的节目的宗旨了。如果你也想参加这个节目，也想把快乐、把幸福带给大家的话呢，屏幕以下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报名方式了。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谁能逗乐喜剧明星官方微博进行互动，还可以在优酷网、乐视网、搜狐视频、迅雷看看、土豆网、PPTV、爱奇艺、风行网、凤凰视频、腾讯视频、PBS、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今视网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搜狐娱乐、腾讯娱乐、网易娱乐，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感谢以上网站以及天天动听对江西卫视《谁能逗乐喜剧明星》大力支持。同时，欢迎喜剧达人们通过乐视网、搜狐社区、腾讯微视、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花花手机客户端报名参赛。还有，你可以把这个搞笑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的邮箱里面。还等什么呢？这边有我们最好的观众，这边有我们最重量级的嘉宾，这边还有我们高额的奖金，让你的幽默有一个价。各位，下周同一时间，谁能逗乐喜剧明星，不见不散，拜拜。灯火人面灯火鬼，灯油人面灯火，今天等你了，都没更新。哥，你给我抽一根吧。